这个先讲啊，我们这个从上个礼拜开，这个礼拜一开始，我们一个礼拜上两次，然后我们大概会花四个礼拜帮你们把这个全部都来复习一遍。那每次都会有录影啊，所以你们如果这个没有来，请你们这个稍微的看一下，把它补起来，这样 OK 吗？反正就是我都会讲完，好，那历届尽量也会讲完，所以你们应该。这个不至于到听不懂。